大家好，我们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呢，天气呢都跟这一季很像哈、哦。太平洋高压在这边慢慢的要牺牲，现在呢它的势力还不够强，所以我们台湾这边呢，有一点午后的热对流很容易发展，几乎每天都有了哈、哦。但是呢，说真的，午后热对流每天下的方式，跟雨型会不大一样，就是靠山区，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很随机的，蒸发哦，很热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哦，所以目前来看的话，这个大概就是它的边缘，所以都是忍受不了，等于是都会有发生。那这边呢，虽然有一些小的扰动哦，但是说真的，这个的扰动变成这个低压，或是变成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扰动等等，到台风都这个差距很大，像是一个金字塔型，一堆这个，然后到最后呢只剩下一个台风。所以说真的，这个各位呢有时候看到这个不必过于担心啊、哦。那大致上呢，未来呢太平洋高压有越来越强的趋势，哦，但是这个趋势到底有多强，我们就观察。但是到了这个礼拜五、礼拜六，雨季会再增强一点点。那这边看到呢，这有没有觉得怪怪的？这是一道封面哦，封面。这时候呢，是不是秋天的封面还是梅雨的封面？我们也还在观察。说真的，有一点像是梅雨季的封面了哈。那未来呢，其实还是容易有一些低压扰动会接近，但是说现在说什么还太早哈，各位不必过于担心。但是呢，无论如何，就是说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有防台的准备。所以建议大家哈，要看到今年有些地方突然暴雨的这个经验哦，各地都要有一些准备的措施哦。到底要演练有没有好了没？所以大致上呢，我们台湾的这个山区呢，还是一样很容易有午后热对流。那有还是吹了偏南风，有时候早上的时候在海边容易有些对流发展，但是这个就要看当时的这个程度，可能一两个小时前才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大致上呢，都是午后的热对流。你看这午后热对流，每天的位置都不一样哦。你看起来这个每天，整个很像，可是你仔细看细部位置就不一样。预测跟实际上又也有落差哈，所以这个每天都不一样。所以但是这几天呢，其实大致上慢慢的回温，有点热，但是又有点闷哈，就典型夏季的天气，大概会维持一阵子，大概这一两个礼拜都很类似，请大家要有一些心理准备。午后呢遇到热对流哈，尽量减少外出，特别是听到打雷的时候，尽量减少外出，听到雷声请入室内。大致上呢，晚上如果经过下雨就很舒服。然后明天白天呢，各地有没有看到都有闪电雷阵雨的讯号，要稍微留意。我们给大家建议哦，太平洋高压逐渐的牺牲了，仍然无法抑制午后热对流，留意局部的较大的雨势哈、哦。这个午后热对流大概就一个多小时就可以结束了哦。雨量说真的也没有太大哈、哦，大家可能还不必担心。近期呢还是持续类似的天气，请大家多留意了。我们来看详细天气数据。